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安哥生活日志。现在时间是2021年12月31日上午6:07。我今天要搭乘台铁新城接列车 1M03000，前往台东花莲旅游。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Go！
我觉得今天只会有900跟明天不会有这个，不会有这个，然后再加上900，而且这边有刚刚订单。那门怎么又开了？是叫我们上去的意思吗？有一些人要等明日。明日我也在等。